各位老师、同学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来自都柏林的 Connor， 我爸爸是爱尔兰人，爸爸妈妈希望我一生健康快乐，所以给我取了个中文名字叫郭孝康。我四岁时开始学说中国话，我七岁时跟妈妈去中国生活了半年。上初中后，我在中国参加了几次夏令营，这些经历让我越来越喜欢中国文化，尤其是我在中国结识了一些中国朋友，他们的勤奋好学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我喜欢弹钢琴、弹吉他、唱歌，所以我特意学了一首中文歌。我还特别喜欢交朋友，就像孔子说的一样，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。我希望在这次比赛中能结识更多喜欢中国文化的朋友，能学更多的中文字，能说一口更流利的中国话，因为我知道学好中国话，朋友遍天下。请大家支持我，谢谢。接下来要唱一首曲子叫一封家书。We'll play a piece called A Letter to Home。什么波浪？
们干，自己孩子有什么可期待，爸爸妈妈都保住身体，要让儿子放心不下，比赛后我早点回家，好了，行，先写到这儿吧。